两个斗斗的吼，百外岁啊！啊，这个阿西啊，足未见笑的。我未见笑，我是安那未见笑。我跟你讲，这阿西哦，几岁啊？这会老未大，七十岁啊。七十岁那有什么未见笑？啊，七十岁还搁在你唱歌红听，这未见笑了。那、啊、你几岁？我七十二啊。七十二，你还搁在未见笑？那我未见笑。你嘛在唱啊？七十唱，七十你唱歌才袂见啊，七十二过都袂要紧啊。哦，七十七你都都袂见笑。哎，啊，那我较袂见笑。哈哈哈！啊，你讲，哎，人咧唱歌哦，这是一半摆啊吼，袂啥跟这人咧唱歌，爱知影这个乐理啊，哦，歌手拢会去读个乐理啊。什么理？我嘛知天文地理，今仔日地动，你知影？唔知。十点外迄当阵地动。安尼哦。我坐伫飞机的顶头，我就有测到啊，小可会摇。啊！你对多少钱？飞机你摇，我是讲是地动啊！啊，你啊，对十点外迄当阵，哦，地外动，你知？哦，哎，啊，人咧唱歌就有知影这个乐理。我天文地理，我就知影什么乐理，我唔知你嘛。是无影无影。那系无影。安尼，我问你咧，哪一个？迄个苏仙哦，再弄个苏仙啊！哦，哦，你哦，迄个喷伊个喇叭遐啊！哦，迄是有知哪会好？迄搭排号原因就有一个嘴，嘴安尼个分就对号，有嘴对号。对，啊，阮家一脚德人啊，迄个嘴遮大，迄个唔捌号。德人啊，迄德做的德做的袂号，遮德做袂号。袂号，人你掠铃个你捌看？捌啦，啊，毋是你分伊去德啊，滴哩嘟噜，滴哩嘟噜，迄个较搞号。迄德做无唔对，迄乌空有空才会号，有乌空就会号。对。烟筒一空，才大空，伊那唔捌号。烟筒伊伫咧呛烟咧，呛烟咧袂好啦。呛烟咧袂好，嘿啦。人伊都火车母，你知无？火车母烟蓬蓬，嘟嘟嘟，嘿那遐。你无阿弟咧？火车母伊是铁怕，铁怕唔才会好。铁怕就会好。嘿，阮灶脚一角铁钉，放三十几年唔捌听号。地钉，迄个下口一个钉材，有材物件袂好啦。有材就袂好。嘿啦，人咧搬厝地，迄个炉遮大个，啊，装一个材，哐哐哐，迄个遐个好。厝地炉会好个原因，就是吊悬，吊悬个物件才会好。吊悬就会好。嗯，阮家一个衬腿啊，迄吊五十几年毋捌听好。我想吼，衬腿个内面电空空个十八个，十八个袂好。十八个袂啊！来来来，等等，哎呦，炸弹几颗十八个啦！炸弹沉落去，咚一下，这大声！炸弹咧内面有放药啊，有药啊，唔才会爆炸，有药啊才会好，有药啊就会好。戆戆，医生灌西药房内面规间全药啊，伊那唔捌好。西药房迄个药啊是你食的吼，消炎的买来食，腹肚痛买来食，食的物件袂好，食的袂好，袂好。头先咱迄局部迄小姐吼。哎呀，你抱迄个泡泡糖啊！泡泡糖，乖乖乖，嗒嗒嗒，迄个才够好。泡泡糖会好，就是内面有树林植的，树林植才会好。有树林对啊，会好。嗯，哎，我这样拿树林对了。啊，对对对，他那唔好。你树林对，不准是你涂骹你抹你抹安尼袂好啦。啊，涂骹你抹袂好。哦，哎哎，个隔停车链你知无？知啊，隔停车链树林啊，逐工嘛伫涂骹。囥在你外面那遐来好，迄内面有空气，有灌风啦，有灌风才会爆炸，才会好啦。我当然一个病者安尼啊，我有灌风哦。嗯啊，啊你巴肚毛毛风，啊无风要哪会活？啊你巴肚毋捌爆。哎呀呀呀呀！哎呀呀呀！多一行少一个，一行少一个哇！这两个哦，年轻有为。不一样，我那袂好啊。谢谢。哎，这段真精彩呢，这种叫做打破砂锅问到底呀。哎，我咱知影讲，其实吼，两位搭档真久啊嘛吼，大概拢总几年啊？哦，四十万，四十万，四十几档啊？你讲，比我较侪岁，你讲吓。带给多少咱台湾的朋友欢乐？你看卖。是啊，是是。啊，哎呀，他说各国咱知影讲，伊拢咧有起归嘛。对啊，台单，有做副业啊，你啦。哦，起码加起二十一万只。啊，21万只，是是，啊，饲鸡无你简单嘞，一只鸡一天食一颗着，上省的一颗，
哎呦，21万食爱食21万，一个月爱食630万，哎呦，一年甲算起爱食7000几万。但是21万食嘛是卖掉，会当卖落去。我21万食，迄一摆嘛卖出去，人家来3000、5000啊，直直那载出去啊。靠气温啦。对啦，哎，你若想一只鸡食一块，我都开遮侪钱，可见他算哥哥，伊遮侪卖去了，我都赚偌济，你个想说你有惊？即个敢那跋筊感觉。哎呦，哦，有当时啊。哦，你若讲跋筊，即个上欢喜啊。哦，你卖个听。嘿，敢那跋筊感觉，即嘛三两若做就落价啊。对啦，啊三两若少吼。对，中介。所以你要想讲讲脱线哥哥哦，除了在演艺界了，伊家己副业做啊才成功，阿西相对起来看起敢那真可怜。不过你放心，你咧讲啥物？可是你看真可怜，因为看到搭档成就遮好啊。但是阿西咱免感觉伊安怎，因为伊有一个恐怖的代志啊。恐怖代志，因为这婚姻决定有感觉跌宕，不是啊？我是讲，伊有一个真水的宝贝啊。我都跟你讲哦，对啊，这个都拍得出好顺。吼，对，又是一个真可爱、真才华查某囝吼。对啊，阮都遐歹，迄个敢那印钞机的，好趁钱。对啊，对啊，啊，佫艺术佫好，艺术佫好。啊，歌唱够好，够熬主持，对啊，好啊！遐咧电台主持咧卖药，啊，全台湾姓上我都卖比较。你拢甲恁学的啦，拢甲霍义涵、甲杨环恁两个学。不，你放心，伊吼是来痕迹，你是一个印钞机。对啊，你惊嘛？对啊。台湾这机遇有没比较小？对啊。我再细汉唔好做咧。啊，对啊。伫我遐学的呢。听讲伊迄个才艺啊，是讲伊迄个伊咧连销维这种拢甲特选各国练的。有啦，加减研究下。因为因早间感觉因老爸无好笑嘛。不是啊，你当阵我不爱让伊做这道的，我叫伊讲唔好，早因啊人哦做这出去哦会用欺负啦。你会担心未？会未？会啊。啊，就是唔好去啊，伊偷走去因家啊。哎呦。走路咧，走去因家。跟你困偌久啊？两下。我那查某囝拢介好朋友，好朋友啦吼，哎，拢教我那查某囝困。到，好，是，我真怕生吼。啊，我那照常哦，怕生，照常，因查某囝吼，嘿，真好啦，真好啦。那这个老爸是唔免甲友好。阿老公，阿就定你互因老母去啊。哦，老母去啊。阿就有当时伊爱缀查某啊。哎呀，啊，但迄错事啊，我提出来你讲。过期啊啦。阿个听无，阿个爱查查无，听无我爱偷笑叫啦，哎呀，阿即马就叫我，阿即马就叫我去甲骗，对，你甲阮某骗吼，讲伊个男哦要录唱片，所以讲阿像伊讲啊，无我讲歹势啊，讲哎，伊某做哈鲁的，哈鲁的，哈鲁的，伊暗要录只唱片啊，赚淡薄啊，好啦好啦，阿伊某就知影，伊某也基情当真，这个大概。有问题款，啊要对录啊，我录影室安尼，录音室安尼，啊，音波吼，啊好来去啦，音波请一个人在先去遐等你。哎呦，怎么录音室来在等你？啊，爱都带一个查某来，来，来，去啊去啊，不要去。哦，啊你干是要录唱片？嘿，音波对个查某了，别那么说。哎呦。哦，卖讲个，迄拢过去啊啦，嘿啊，以前开发生种代志，即马袂啊，嘿啊，即马袂去录音室啊，嘿啊。查甫人小心啊，对，吼，啊家庭爱顾好，对啦，家庭爱顾好，吼，哎，唔当像我这，唔当像我这，唔当像我这歹囝呢，吼。袂啦，袂啦，什么我先有来吐切无紧，无今日有难听，阿西诶，即个算讲千金来个现场啊。对。哎呦，好性感啊！愈来愈水呢，吼，身材嘛愈来愈好。嚯，一只狗哪做个汉尼啊水啊呢？是啊，那么听下他落去说，那听下落去老气。气笑呀！我这种唱歌吼，那一定要叫老前辈哦，给咱批评者。参与那个脱线哥哥，你感觉伊安尼唱歌咁好听？你即马是把酒是？你咧问唱歌看只啊？啊，拍死！你想把酒是安尼去看眼科呀？哦，是那样的吼。嗯，唱歌袂歹啦，唱歌袂歹啦。好咧都一样吼，啊咧，好咧伊个身材啊，声也袂歹。唱歌是用身材唱，怎么改啊？唱歌是身材好听，对啦。哦，对对对，歌好听，啊个身材个好，对，面庆啊个水水啊，你。是啊，拢无像老伯爷这样乖。哎，是妈妈哟，这杨秀慧是妈妈哟。哎，敢无像妈妈？无参照啦。啊，是妈妈，我看你袂去娶别人。啊，不要。奇怪啊，无像老伯爷，无像老伯爷，你像这样啊？哎，应该是综合体吧，是我刚。爸爸跟妈妈是综合体啦。哦，体型型妈妈。
体格是两个拢无成，因为阮爸爸跟妈妈拢 A A 啊，啊，敢若我落落，我嘛奇怪。不得正对。嘿啊，唔知是较早阮老爸跟老母要制作我，有请人斗三工无？可能。啊。我有去偷着。哈哈哈！你较早我无要甲生出来。哎呦。哦，去打胎安尼是讲要甲闹，较早艰苦啊。要闹体就对了。艰苦，我就是两个啊，啊，即个上尾啊一个啊，是讲就饲袂起吼，啊，佮人生生遮济吼，是 啊出来安尼吼，或者饲食真艰苦安尼，啊，规矩吼要甲泡掉的。欸结果，前两摆落体又落无掉啦。咱个就是咱个啦，是拍袂掉。我想讲，咱加食了后日生出来，唔知。哎呦，变阿吉啦，变阿吉啦，安尼就害啊。是，听讲以前拢是特山哥哥甲你教的。哎，较早我老爸买我行这条路，啊，所以讲我就爱唱歌，就爱演戏。我头早起因兜困，啊，那边起因兜困就娶了。哎呦，去暗就一定娶了，就对啊啦。啊，因兜囡仔侪生五个囝。啊，所以我拢去因兜，阿伯也真有耐心，对囡仔真有耐心，跟阮老爸无同款。阮老爸是对查某较有耐心。哦，恁老爸个性跟我同款，实在。阿伯也真有耐心，啊，教阮唱歌，啊，教阮演戏，啊，教阮安怎伫咧台顶爱有啥物台风啥物，拢是伯也甲我教的。哦，以前啊咧讲着那个做晚会啦，工地秀啦，晚会，那是戏骨人啊，迄种物件。好咧，杨秀惠就真正厉害。好，真厉害，有影。我你这是啊，是甲你背起来，还是安怎？嗯，可能做久了啦，啊，自己反应没有啊。你比如讲，人做摸过哦，啊，你要你用变少的摸过都没安怎讲？哎，做摸过是较少。你讲你讲结婚的就结婚的先，结婚的，你一定讲是大人是上大嘛。对啊。啊，你等下让双方的主人家拢真欢喜。对。啊，你来讲啊，咱这新娘娶入门吼，啊，一定都爱好好友好咱的这大家大官。是。像当初时，那不是大家大官熬冰冰，是。今麦哪有遐尼缘投的新郎跟你困做对？哎呦。啊，咱这慢慢爱跟新郎讲，啊，这新郎一定爱。好好友好，咱的丈人丈母，想当初时，若不是丈人丈母熬过过，囡仔哪有这水的新娘啊，跟你困做伙？哎呦，两方的这主人家真欢喜啊！哎呦，阿西哥哥早起就无啊，你过一点过过过。喂，我来熬过掉，我来过掉，是过过过的地龙呀。阿家亲，哎，那就问一下，这水那无交男朋友是吧？啊，无结婚呢？你是这个官职严还是哪？我那官严对啦，哎。看太侪啊！看人结婚、离婚、结婚、离婚，敢那你食饭嘞？啊，看到会惊，你嫁落那像安尼，即敢那签六合彩嘞？丢啊就丢，啊无丢就讲，安尼看。啊，讲过一直讲，一直讲，讲到尾就用咩无信心啊？你就是讲好大哥哟！我来讲话啦。迄个，结婚离婚的哦，你都对我讲，我感觉足惊喜，我是安尼无唔对啦，我是安尼无唔对。但是哦，我无一直讲，无啦，无啥，无安尼啦。无安尼啦。你早间命未遐苦啦，未啦。未啦哈。无啦，因为我嘛较无闲啦，我有咧主持电台，搁做晚会，哎呦，三不五时搁录一个影，变哪有时间通去交人？啊是。差不多爱嫁啊，做戏啊，做戏啊，歹嫁哦。好，电视机闹你看咱的节目哦。对啊。来，我做媒人啦。嘿。六手四方的相片哦。嘿。顶半身的六手四方的。对啊，还是要出山的。出山的，两个大路条乌山的。看这面有条啊无？啊，看大镜头较清楚啊。哦，看清楚。就是我有咱特殊的道具吼，先检验过。背后这边。半身的要加大哦。下半身的加大，卖穿裤。卖穿裤。我只房啊真济啦，先甲你庆贺活动啦。无啦，无迄。啊，差不多六斤的才过来，无去过。无时间喂六斤的咧。哦，安尼咧五分钟喂都会食烂。对哇。不过提车费就费气啦。哦，啊，都有虾唔才会使。有虾会使啦，啊，那超过收单蛮好咧。哈哈啦。啊，不过吼，听讲秀慧伊那李四店内底有一个印象，就讲，哎，伊内底有一项伊就敢那游戏啊，咧画画滚啊，嘿，以前都画。我知影，就是画台湾文两个输赢嘛。对。啊，输赢了来。哎，饮，你若讲输的人就对啦。哦。饮一罐鸡精，啊，那赢有奖金吗？哦。系啊。安尼哦。啊，我今日哦，本来是讲要来算这两物件啦。啊，但是阮也无鸡精，啊嘛无奖金。啊，若无鸡精啊，无奖金，无就无鸡精的话，无鸡毛嘛话紧啊。有鸡毛无？鸡毛，多少多过遐较济啦。你再甲穿一个人模较侪。不然我们示范一下，好看卖啊。示范。哎，料得你先啊。啊，不然你道具先摕起来，好。道具甲塞起来是。阿咱是咱边用是上。啊，归起安尼啦。饼干哟。哎，他说不过你刚刚喏。你是讲画滚就对啦。对啦。即马你若画输啊。画输厉害。哦，头壳安尼，按一个就对啦。啊，我若画输哩，我的头壳原来互你安尼，按一个。啊，安怎样？你安尼敢若两摆拢来讲我是安怎？啊。
我是咧比如的，比如的，哎呀，你比如的，我就听有啊，我听有诶。啊，阿那阿姨那输啊，哎呀输，我那嘛是照常头壳安尼讲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阿那阿叔输诶，阿叔那输嘛是安尼讲安尼。啊，杨杨秀我也输赢，我讲你讲我就笑诶，我讲，还不讲容易啊吼。啊，杨秀，我真爱讲诶，杨秀我那输啊。啊，讲。对，安尼对安尼对，再是是。啊，谁哥哥跟贺大哥请话去？我出去拍谁呀？你不一定赢嘞。什么鬼？什么鬼？我台湾滚，台湾滚。好，我阿谁哥哥你赢嘞吼，我你无啊，你莫个留着。卖滴，我来。台湾滚的样嘛吼，那手机嘞啦，台湾滚的样，滚就输赢啦。我滚，我滚就输。来一杯，三，一支独立。无啊，你袂使喊安尼，轻啊，大胆。哦，这个较大，对对对。我安尼，我知。高管，四脚并起来，桥，两个上好，单背，车开，三，好，好来，慢慢先。他拄啊已经输啊，伊哪过来讲？这么爱瓦力啊嘞？啊，伊都输一局，哪来瓦力啊啦？什么你过来瓦力都已经有淘汰啊？好好好，这样。哎，我等下无听他管嘞。你是卫冕组了哈？你为个广告讲啊？对，我那叫上安尼啊，叫上广告。一边示范我拢怎样？转台呀！啊，水哦！你两个一个，这个小三，什么？这个啥意思？他对输人嘛无功力啊！啊，安尼，安尼讲一下啦。我你来。我早起咧酒店是占几档的啊！对啊，是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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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张，你这波咪是退掉？你头拄仔讲几个，你甲我重播看卖者，我看下讲几个。无啦，咱对侬就袂使伤大力啦，对啊，轻轻啊讲了啊。过一关，有吐的无？有吐的无？杨秀伟退已经水杨秀伟哈，赞啊！你还安尼啦？你小段看，哎，他身材是很好哈。我杨秀伟厉害，讲阿娇哈。啊，既然敢穿出来，我惊人看，哎，本来就是要人看的，啊，戴纱罩拢看无啦。不过咱讲，这是杨秀伟上厉害，是讲我听你听了，刚才讲咱讲画膏药咧卖物件这种的，购物频道这种的专家，今日你是不是安排一段？有啥物卖啥物贵妇人，啥物珍珠膏一种有无？好好好，我来卖药啊好。卖药啊好。我卖药啊啦吼，因为你看咱即马台湾的查甫人，敢那卖用的真济嘛。好。咱台湾的查哈。卖用的，你是种。正因为咱台湾呐，一年当吃掉超23亿新台币的这个。壮阳药啊，壮阳药啊，所以讲你也卖壮阳药，对不对？别用，咱讲真实，因为头拄仔讲啊，阿西哥哥甲伊个特选哥哥拢70岁以上啊，甲金嘛，甲咩个会使？哎呦，你会使啊，特选哥哥。哎，哇，用个啥袂使？你遐看人真无啊？不是纯放尿功能啊？用迄个暗头的热汤子。查甫人拢穿一支嘴毛，我老老爸吼，我老母叫伊洗身躯，伊讲啊，无得用啊，洗得从啥？无啦，洗身体的你呐。真严重啊，真厉害啦吼！啊，所以讲今仔日各位好朋友吼，看到我，这是恁的福气，今日来甲恁贵宝地啊，绝对要大家倒转去拢做老爸就对。那么呢，人咧讲哦，查甫人啊。起来想要坐嘞，坐想要倒嘞，倒嘞无想要爬起来，哈气啊！一个囡仔要死要死，抬两刀米，电来去互恁查某人、恁家的太太讲，后脑壳吐精血，有无？我现场看卖一个来，来，你看我看，来，这位逆上哈，逆上嘿，这位逆上你看卖，头前较无毛，为什么会无毛？你唔知？闲话嘞，因为太太电来骂伊讲，无路用，吐到自然头壳遐乱秃头。你看后壁一地无毛，有无？我看。啊，逆上，后壁无毛，后壁这闲话。是啥物情形？后壁就像查甫人的无毛呢？闲话。太太讲，喊麦，大概今物我死，我即摆死的时候，后壁嘛是无毛。个拢总讲起来，这是查甫人的这不行安尼啦。那么查甫人呢，那是讲要强、勇、壮，真正是要听下巴甜，唔通讲还袂靠花尿就乱端，卖讲安尼放尿必相车，公共便所放尿放到讲气完加冷气啦。查甫人爱顾你的精气神，查甫人嘛是爱顾呢。查甫人若顾到底，唔通讲坐较多、动较多呢？大不时咧便所滴鸡汤一摆滴滴20分唔出来，迄真正啦。所以这膀胱百姓这问题，要人讲起码这查甫人真正是有救咯。那看到我了后，大家倒转因的家庭一定真圆满呢。我即摆甲你介绍
请认明，一个人抓一只鸟为商标，人鸟牌保证个性人，查甫人食了我这个人鸟牌保证个性人会水甲惊死人，但是灰羊，灰羊，灰羊食了我这个人鸟牌保证个性人，心肝会结灰丸，因为食完去弄病，因为伊的对象拢无传，无对象，我食完弄病有强无？杨凡，杨凡较早伊某是真傲乱，自从食了我人招牌保证个性丸呐，即马康客真傲班，两个翁仔某家庭真美满，所以人客啊，即款也欠了了，一比中，青梅来吃更气，挑夫来吃脾气，拜客来吃强气啊！啊，破相多嘞是，哎，哇，这个人比较简单嘞呀，安尼拢总死了了，死了了。所以讲哦，唔是讲三病好歹，迄个讲的迄人就重要啊。哦，所以杨秀慧真正优秀啊。没没几款啊，没没没。哦，我已经跟立场同款，我嘛是弄边弄个破。哎，按讲吼，除了讲阿杰来个阮节目，你也真够讲，有法度甲阮两个小讲的无？譬如阮的钻石点唱秀，要安怎做一个宣传？钻石点唱秀，宣传啊，是讲贺一航，啊是阮这主持节目要安怎甲咱捧场一下，我都捧场一下吼。大家来看钻石点唱秀，是大家落地啊，赚钱一定靠靠靠，一线都袂减少啊。哎呦，看咱的点唱秀，一线都袂减少啊。你是讲会赚大钱啊？啊，无看嘞，无看嘞，心肝头你都会解叫啊。哎呦，好运呢。不过那个阿张特帅哥哥哦，你伊个龟吼足特殊诶。嗯。你有讲伊饲遐尼侪龟，拢总饲几啊？21万只。21万只。啊，这龟吼有一个特殊啦。你看你啊，咱咧市场内，我有当去市场吼，带阮某去买菜时阵，嗯，就看到特帅哥、特帅龟挂卡款诶。对啊，哎，你个好足侪伊个龟名，迄是啥物？哦。什么？过腾根根什么？哦，那个老师。带出场250，脱光光加50。但市场都无抬，全抬等于。无抬抬等于啊！啊，你若要搁叫我抬，要搁抬毛甲白起来，都脱光光嘛。哦。我扛棒老乡哦，带出场250嘛，哦。脱光光。啊，脱光光加50。嘿。按照脱光光就加50，我机器你胖啊，但系毛白掉嘛，脱光光。对，加50。所以拢好足侪这种名。你较早在去台东开这个脱线这个牧场的时候，足侪管区的啊、警察啊，拢去找麻烦啦。想讲，想讲，伊咧做乌的，咧做牛肉场啦，有咧脱光光的安尼。脱光光的，啊，够好什么名无？什么？咩啊吼？饲鸡啦，啊，饲羊啊，种野鸡啦，饲羊啊啦，饲羊啊才真正惨。啊，有钱哦。啊，迄羊啊吼，死人羊啊，这死人羊啊，咬只阁袂大。什么叫死人羊啊？就是足够扎死人啊，很讨厌啊。扎死人啊，啊，一只靠一罐，哎，后靠皮，后靠母安尼。妈，母婴传染。啊，饲死人咬500几万。哎呦，啊，想迄啊，这个哪会只袂大？啊，这阿叔好恳求，你哦，这台湾羊啊吼，来拍台湾羊啊，袂大。绝对袂大，羊哥来拍蛋，牛袂大。哦，袂大。我无这边知影。你拍卤细只。哦。你讲吼，爱买外国进口。美国。较大型就对啦。嘿。一只那牛仔囝。我讲啊，哎呦，这边都买。伊讲吼。阮朋友有饲。恁朋友有饲啊？啊，带我去看。哦，一箍只箍。哎呦。较牛嘞吼。我讲哦，阿叔啊，啊这是倒一只较好？伊讲这只上好。诶。我讲啊，这只是安那好？伊讲下底迄两只要落。LP 啊 ，LP 吼，哦，哎，迄粒 LP 大大粒，你看。牛 LP 吼，啊，迄个是 LP， 啊，伊个羊头唔做 DDT。DDT 是咧转油啊，哎，是用，你像你在讲这只，一定较好了，对了。较大粒，较大粒。我讲现在较大粒，伊讲这较有酱啊咧。哦，好，靠原料啦，原料较纯，那个买回来。嘿，迄只20万，20万咯，嘿，买回来，十外工都袂行。牛母900几只，牛母900几只，十外天都袂行。阿姐啊，阿姐哪会遮胆？啊，你都阿无甲控制，啊，随在去拍，每连日安直直爬起，阿麦当劳去去都都，去，刚才你行走脚嘞，哎，麦讲去食啦，人都袂动嘞。哦，你有爬去看卖就对啦。你都知影讲袂动啊，你搁安招我讲甲抱去牛母面顶，嘛是搁落倒落啊？对啊，我是讲即只安尼。无法当甲帮忙一下，是啊，甲抱起你哦，哎，甲抱起嘛，搁溜落来。对啊，我想讲，啊，这车来20万呢。嘿啊，这单来去叫兽医啦。兽医来注射。兽医来注射，兽医讲这无病了。无病啊！啊，我无病要怎样？无病那会死啦。伊讲这一个月就会死啊。哎呦，
那你？我讲死要知，伊讲这个痛死哦。有影，迄个医生哦，诊断了真健康，一只要拍九百几只，有影真是痛死。今日哦，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哦。这个我想大家可能很觉得，很奇怪，为什么现场来个蛋糕？因为呢，是我们现在阿 C 哥哥，是吧？原来是我们爸爸的生日。七十大寿吗？嗯，七十。这个制作单位怎么这么了解？因为杨哥讲咧，咱制作单位有，例如他们领起时需要新闻警的 copy 嘛。哎，可是，丁管多，你记多，咱今日录影的时间赶快。谢谢。所以制作单位哦，加用心。是是是。哦，不简单，我家己都未记得啊。啊，不要啦，这要给你过一时，你一个哇，七十大寿呢，吼。谢谢。谢谢制作单位，谢谢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日快乐。那你拍过戏的呢？我许三个愿望，对对，一个爱讲出来，啊，两个放个，两个爱讲出来，一个放个心肝来。要讲啊！我你要想好，你也使讲。人先都要过去了。即摆讲马紧哦。啊，你即摆先甲分了，分了吼。好，完成咱的愿望啦，好，破声过你一个。第一，我来做这个钻石点唱秀。两个主持人主持的节目越来越好，观众也越来越多。哎呀，多谢多谢。收视长虹。过来，就叫咱。专线的这些好朋友啊，要来参观咱的钻石点唱秀，这啊老的也好，少年也好，大家拢身体健健康康，一只那牛遐用的。哇，多谢多谢多谢！啊，上尾也是你，我讲嘛，无你讲无讲来。上尾我肯定我家。来大哥，粉哥。还是那种感觉到非常的有感觉，主要是你的手皮来的红的歌曲的，对啊，这两条歌拢真正。较早差不多七八年前唱这歌时呐，有囡呐，啊对，起码唱这个歌呢，多了一份沧桑跟凄凉出来，真的吗？多一份成熟了。我都在边边听，哎呦，哀婉的歌声，是啊，丰富的感情，凄凉的身材，凄凉身材，什么叫做凄凉的身材？这种身材要够好了，对啊，就是讲吃凉快就对了。可能就是穿的比较宽松一点啊，可能就没有腰身。柯大哥不喜欢这样子啊。我不会，我什么都好，无所谓。人家只要穿衣服，他都不喜欢。什么话呢？所以你穿什么都没有用。反正今天心情不好。我哪有心情不好？看到你心情快乐起来。是吗？对。无呢，你心拢是冬夏啦。是。你的功夫是进境的代志。起码冬夏是好啊的鸿蒙，那你孙淑妹是啊是啊，后期才个变嘛哈。你永远无多了解阮的心情。真的，你要签的时候，你有做梦吗？啊，就是有宝贝啊，有宝贝啊。一球在心眼，我把球在心眼。我前几天我朋友大便，大便。对啊，所以我今天就要我今四身赛四字头。对，我今天就想要去那个。买电脑选号的，结果无时间呐。还有搞出来，晒搞出来，不是迄问题，人是讲忙到迄种物件。对啊，就是黄金啊，就是会有钱来。对啦，我是梦到很大一坨哎。你那一坨，你是那个晒向外向内，这很重要。你要有。他是在那个蹲式。那你顶爱攻击嘛？对啊，你攻过时钟我就卖，卖个攻击。别别别，我跟你讲一个观念哈，就是。比如说我们今天呢、啊，把这些钱 你是哪一教的？你现在帮我说教的？不是啦，跟我讲观念。我好你心里怕亏耶。的心生埋呀。对啊对啊，就是啊，你今日虽然损失这些钱，也唔过这些钱你可以做功德噶。后来我袂见。没有啦。想要大家买成功德好不好？押韵，好像是押韵吧？平才对吧？不啦，平是台北人咧讲平啦，啊那咱南部人就讲平啦。我会记老师有甲我讲话，讲伊写这条歌的时，伊是想讲，即马世间的人八八款，有钱人也有穷人，然后命运也不同，今个判散家就散。好家就好家，散家就散家，我大得懂，大得懂。是有几种币值八八种，有人真好家，有人真散家，对呀，有人共孤，有人真可怜。哎呀！你啦，你写到可怜，他都唔讲嘅，你怎么可怜啊？
不过咱知影讲，孙淑媚现在还是学生嘛？对，大三。你是哪一个？树德科技大学流行设计系，也做沙口，哎，做路工，路工。可是好像以前也有戏剧科的时候。对对对，高中的时候。哎、哦，同校啊，同校。你是什么系？戏剧系。我是更校系。再点会。你讲吼，我来听讲，你会表演什么那个？因为我们在坐马桶哦，坐马桶是什么意思？不是啦，是因为我们在学校啊，常有一些表演课、欸，然后老师就会让我们发挥想象力、欸，然后就会讲一些东西，比如说、啊、你今晚来做椅啊椅子，啊、然后、啊、有的时候你可以当风，就是人、欸、人去模仿东西这样子、欸。这个学校很棒，想象就对了。对对对对对，贺大哥，你像你这种水准就不用去学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够啊，你够那个条件，你经历丰富啊。嗯、比如，哎、欸，你要演一个中风的，你就搞呀。你演起钢盔就按摩之前。我坐马桶啊，然后大哥可不可以坐那个卷筒式卫生纸？哦，滚筒式卫生。滚筒式卫生纸。对对 对, 對。你起码坐滚筒式卫生纸，哎，一坐马桶，你当客人来坐完那个地方。不是，不是你当那个。我来帮你啊，你好不好？好啦。好，我来帮你啊，你啊，你坐马桶，啊，你也是，你干嘛看到我？哎呀，我要给你拿黑啊！我最近有在加长，也不怕。好，婆现在勾了一姐，下面给我憋烫的表演来。就这样啊，你要打开盖子。好，我要打开盖子。好，哇，这个现在是马桶了是吧？啊，又变成马桶了。哎，你是不是啦？有鬼哟啦！你这么贵哦！迄无人啊，迄拖纸你家己在滚，你这么是电动的？电动，卷筒式卫生纸啊！卷筒式卫生纸，你有坑一压，有人去以为是你在那滚流啊？对对，你要想象你是那个东西。我的电动家己过来照，你先。好，我抽几张。你要滚啊！该滚的不滚。反方向。看板你啦。好，停。金宝姐，你气什么？擦屁股，你要演得好啊！我都没有擦，你没有。好啊，棒你有。你已经打开盖子。打开的，哎呀，哦。好恶心啊！演那拉链尿人，通常是没有演尿尿的人啊。你马桶上，我那不得上大号。哎呦！通常是演东西，没有演人的啦。电动甩的。能够叫观众朋友过来，给咱点一个歌好了，好不好？来，少年的。听候你心。什么？听候你心。听候你心。这个是歌，这是合唱的歌，我跟王世贤大哥合唱的歌。这个歌我有练过啊。真的吗？那也可以喝大哥。你有练过吗？第一句怎么唱？可是我今天不想唱，可以吧？第一句是我唱的。我不想唱可以吗？可以。但我不想唱可以吗？可以。我请我的朋友小王出来唱可以吗？朋友？你是说王世贤今天有来到现场啊？哎，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因为他很忙，他很忙，他没有办法来，真的，因为他在拍戏。你不相信吗？真的假的？真的、啊。可是王大哥来，他很爱讲话哎。你放心嘛，我们就安排他唱歌，唱完歌就让他走了。好好好。跳高我。哇，酒过跳个。谢谢谢。哇，听他们唱这种情歌啊，那可以给我陪你。哎呦哎呦，有人送花了，哎呦哎呦哎呦，哇，谢谢谢谢。哦，这恐怖呢。唔知道王世贤要来，佮既然有观众朋友安尼铁灰要来上王世贤，哇，真甘心啦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讲是闲情雅致的嘛，是是是是，你送给王世贤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很严肃哦，惊啦，如果这位小妹好严肃，如果没有问到你就可以回座了，嘿。喂，怎么这样？你看，人家粉丝在台上呢。你看，规个大家拢摕着王世贤跟这个孙淑媚海报嘛，多谢多谢。啊，你真正讲这个花是要送你哦？应该是啦。哎，制作单位是叫这束花是要叫你送我孙淑媚呢？哎，喂，我是我嘿，对啊。你那伤着人的心，你干嘛？是，因为王世贤带今仔日这节目带孙淑媚来做特别来宾呐。这条歌要合唱，咱请王世贤来，给个拜托。
所以这算会是讲，哎，让你代表你上野会，什么？人是特别的话刀，你还是讲安尼啊？对对对，没啦，啊，你讲嘛受理啦。是啊，我师妹跟你发唱片，我当然师兄要来个鼓励。当然哦，来来来来，哇，抱一下鼓励一下哇。祝你发片成功，一片长虹。多谢，我叫喜喜康内。啊，当然啦。来，这贵节目，你的专辑爱散文，绝对是啊，欧米亚给爱散文。对啊，对啊，来来来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，来，很多谢谢。里面还有 VCD 可以唱的哦。还有 VCD。我两个唱的一条会合唱的歌曲。他都唱的跳舞的新这条歌是王世贤跟孙淑媚早期合唱的歌，很早很早的。你跟女生合作不只是孙淑媚嘛？哦，对对对。他以前跟陈亮颖、陈亮颖、王瑞霞、王瑞霞、谢金燕、谢金燕，这四个陈亮颖、王瑞霞、孙淑媚，嗯。谢金燕，这四个哪一个比较感觉好一点？当然，如果为了未来的前途的长远性考量的话，那我当然是选择孙淑媚啊。这个免个考虑啊，对，这不免考虑啊，对啊。这个利用女人的发扬光大是高的，真敢讲。哎，你有前途呢，甘愿利用女人呢？那谢金燕今嘛徛在边啊？谢金燕啊，谢金燕是安尼啦，谢金燕是气氛真好。气氛好，想 sexy 嘛，想 sexy 嘛。对啊，漂亮美女。那陈亮颖是技巧好咯？啊，不是，陈亮颖她有居家的感觉，居家的感觉。嗯，王瑞霞的话，有内向的亲切。王瑞霞漂亮宝贝耶。对呀，漂亮宝贝。一两天，那这对金阿们发这名，哇，漂亮宝贝，那漂亮啦。啊，原来是用美拜啊。王瑞霞我无水，你是卡卡错啊，你还讲美拜？阿妹，阿妹讲讲啦。我是讲，不是啊，我是安尼讲啦，不是啊。我你住太阳城港公的这阵，对啊，不一条歌呢。卡哪家阿你错？就不对啊，就不对啊。好啦，明白啦。所以孙淑媚是讲以后合作的机会较侪就对了。哎，是是。多谢多谢。哎，最近我多一个伊个连续剧来，你演的伊个嘛？意难忘，意难忘。最近拍那个意难忘哦，爱逛。好不容易抽了20分钟来这边帮我站台。哇，你比抽你比抽血的时间还要短哦。你要多抽一点。我多啦，因为剧组会当我拍，你我经验。对啊，是啊。信天。哎，起码孙淑媚叫我恭维啊，你吼。啊。开始那个好呆好呆啊，那个对啊，起码好。哎，那不一样啊。我等到高大伟叫我爱情。笑过来，手机拢安尼好，特别好看，感觉安尼吼。嘿啊，因为以前出去表表的时阵会惊，惊人惊到，所以较少恭维。起码出去。较入味啊，会使讲较侪话。啊，起码嘛是讲嘛较大人啊，经验嘛较丰富了，唔是讲讲讲话打嘛足够的。你看，今天人穿个衫我都看知啊。对，跟他应付。没有，就是娃娃装啊。娃娃装。你讲我讲无想到。因为现在流行韩国剧嘛，然后都韩国的。韩国的高。都是腰线比较高一点。我觉得韩国查某干的。都今日安尼啦，咱规日因为事先也无时间吼。有两条我听讲，你的唱片有他帮。你唱的歌，对，就是他帮我跨到一首，我帮他跨到一首。对对对。哦，那你跨他的是哪一首？旧鞋，旧鞋，古维啊，那你跨他的是什么？云中月圆。哎呦，哇，这两首互跨，好不好？嗯，跨得好啊。后边这条较好，后边这条。真的吗？好在倒位呢？好在倒位。好在你小个牵手啊呢？你的靠要好牵手。那是我注重演绎了哦，看也要制作一点么气氛啦，对啊，我感觉你小牵手。不过我来感觉也老秋歌呢，真是真正。真好，你真好，我有达波人看，唔当，真嘛唔当。我有你啊。没。我买晒啊！我个淑媚，你唱歌真嘛感情几足丰富诶！真的吗？唱歌咧，手安尼比安尼真远安尼吼。无耶！因为我的手比我的脚还长，我的手比我的脚。怪河马的变形。南宫这是后面呢？后面啦，对啊。讲诶，那是人缘，你知道吗？我手很长。成绩奖，卡森啊，卡森啊！今天当然难得啊，邀请到王世贤来，因为孙淑媚的关系，对对对对对，所以讲赶紧去赶场去，好好好，好不好？在这里尽力拍戏，跟我师妹加油。有没有什么要祝福的话？有下面祝福吧。好，我等不及了，希望也唱片能够越卖越好。当然，这一张绝对卖得好，绝对是不是问题啦。对，希望以后因为有你的相助，这样哈，我们来搞，我们来搞。希望今后呢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的戏剧。好，谢谢。我没有什么话要讲，希望那个婆媳过招千百回有空来参加一下，好不好？哎，这个哈，那是哪一台？哎，那个开运鉴定团，麻烦你一下了。好，我们再度谢谢王世贤，谢谢大家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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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王世贤一走，我觉得我帅气多了。不会，你看看这一块不错啊，是吗？真的，真的可以吗？伯仲之间呐、啊，真的还假的？你像他伯伯。我觉得你们也都很帅气啊，不要看清自己。我不看低呢，我看低的低。
是你们也很帅。你是看不起别人，没看起我自己。不过这个纯纯妹好像从以前到现在，她一路的成长，我们看着她长大一样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她跟那纯纯哦，歌唱比赛。对呀、啊，歌唱比赛。哎、嗯，起码敢有交男朋友无？无。无啦。你来回答这紧。因为真正无啊。因以前敢有交过？以前有一个男朋友。有一个哦。四五年前。相交了几年呢？三年。相交三年，哇，交往吧，啊、交往、啊，所以我感觉查某囡仔划不来吼，真的、哦，你看这查某到底三年变过离婚掉，而且分开安尼，对呀、啊，白白变了玩三年，白白变玩三年，不要，要白白相处三年，可是每一次恋爱都是一个经验嘛，你嘛是好。我了，这个恋爱这种东西不能叫白白被玩，懂不懂？哦，是，我应该怎么讲？这个说，平白损失了三年，不是同款。